旅居琉球的华侨各界昨天在琉球首府那霸最大的一家观光饭店举行了一项历年来最盛大的酒会，热烈庆祝国庆。酒会是由琉球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毛峰祥主持，同时本公司演艺人员组成的访问团体也在酒会中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慰劳当地的侨胞。毛峰祥理事长和中流文津协会理事长方志在酒会中接受了本公司特派记者王华盖和陈平的访问。那么您在这段时间听说您不但出钱出力并且大为的奔走，那么您举办这项庆祝活动的意义在哪里？琉球地方非常特殊的，因为就是在府前的这里没有几个，都是我们自己华侨在彰显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趁这个很大的劲儿来招待当地的长官、当地的招待人士，从美中方面的基地的长官，因为他们呢平常跟我们关系都是很深，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啊给他们来举行。那么在这华侨一共有多少？那么多日断交之后，华侨他们生活的情形怎么样？这里华侨一共有2000多名，走以后呢，这里华侨的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动。常言，您今天是特地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了。那么，您看到这个当地的侨胞这样热烈的庆祝，那么您心里的感想是怎么样？在今天晚上，这么多的美国朋友、日本朋友，甚至琉球的这么多的朋友啊。在自己集合在一个地方，共同的来庆祝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呢，我认为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光荣，也是我们华侨总会的会长啊，在自己各方面呢，他努力的成功。那么您有没有就是想到将来要怎么样促进双方所谓的民间关系？是，我想以今天晚上这个情形看来啊，世界西元中日啊是断绝的邦交，而且断寒了。但是在琉球的这帮弟兄们呢、啊，比如我们中华民国啊，它是完全是缅甸的友好啊，比以前呢、啊、还更加强。我们今后啊，最希望我们中华民国无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这方面，一定要加强交流、加强合作。谢谢您，这是我们的访问。这项庆祝我国国庆的酒会是由琉球那霸工商协会理事长国场顺太郎主持，并且由全琉球那霸工商会的理监事跟会员做东举行这一项庆祝我国国庆的酒会，同时欢迎由本公司尹歌星所组成的监卫侨胞访问团。那霸工商会理事长国场顺太郎在酒会中致辞，强调日益增进的中流民间友谊不容任何外力所破坏，同时感谢中华民国政府跟民众对于琉球居民在中华民国访问或者停留期间所给予妥善的照料。中流文津协会理事长方志和琉球华侨商会理事长毛峰祥也分别在会中致辞，表示感谢之意。